新春烟火节烟火表演惊动洛城，由美国加州埃尔蒙特市、美国天下卫视、美中经济发展商务交流协会 FCA 联合主办的新春烟火节将于2月11日下午2点在 RCO Park 隆重登场，现场上百摊位吃喝玩乐应有尽有，当天晚上还有烟火表演哦，欢迎大家免费入场。